魔鬼，魔鬼，你快出来！我有代志要问你，快出来！把家己讲到落灾掉，根本就是骗人的。你当作我是啥？你要我出现，我就要马上出现。你唔通袂记，你是出卖灵魂给我的人，我才是你的主人。咱明明是做交易的，你是凭什么做我的主人？搁再讲，你答应我的代志无做到够，是凭什么爱我把灵魂卖给你啊？所以你不相信我的能力。我爱你死是真简单啦，你今嘛要死，还是要好好跟我讲交易？你敢会晓欺负我？对付别人你无才调。啊！我讲问你一遍，你是想要死，还是要好好跟我讲交易？讲交易，我跟你讲交易。别再折磨我，我相信你都死啊！我才看你的嘴。我现在到底是怎样？不只靠小轩伊无代志，连大兄伊拢无死的，我的愿望根本无实现的，煞愈来愈害。你不是讲要跟我斗三工，是怎样我会愈来愈惨吗？你也知影，在这个世间上，既然有魔鬼，那呢嘛一定有天使，是有人心有善良，去引起天使的注意，才会个代志。天使，大嫂，你是天使？是啊，安怎？代志甲你想法顶拢无共款，是毋是足刺激、足好耍的？即马到底是安怎？好，我来解释予你听啦。你即马是感觉真奇怪，为什么我会出现？而且，佮你的大嫂身上一模一样。你敢无听人讲，相由心生，就是因为哦，你心中有邪念，所以啊，这魔鬼就佮你的面身上一模一样。你，我就唔相信柯小萱的心肝内一点仔邪念拢无。那呢，你敢拢无伤害过别人？自你起心动念想要害人迄个时阵开始，魔鬼在你的心内啊！你即马要让伊继续踮咧遮不行吗？还是讲你无才调对付这个天使？谁讲的？是我未出手，那呢你紧出手啊！要若无让伊继续舞落去，我就一无所有啊！到时阵我就无需要你这个魔鬼啊！我警告你，紧给伊消息啦！要若无，咱的交易马上取消。哇，想不到伊竟然当命令你呢，拢唔知影到底你是魔鬼，还是伊才是魔鬼？你卖踮咧遮五四三，你了准讲你安尼雄雄走出来乱，我就无你的法。来啊，看你有啥物招哦，做你顶出来。看到时阵是魔高一丈，还是邪不胜正？要我处理这个查某的天使是真简单啦，啊，不过哦，你的心肝内万分都爱愈来愈大，因为我是靠你的万分才会当出现。你的万分愈多，我的力量就愈大，我才有法度跟你斗相共。蒋明月，你不是跟你怨叹魔鬼哪会跟你共眠？那呢，你就唔通再跟魔鬼耍啊？只要你现在改过自新，将你心中的恶念转成善念，我当可如让你一秒变天使哦。
做天使的。一旦你犯的错误，若是叫大家知影，因都会把你当作是魔鬼。所以你一定要跟我同款，无血无目屎，你才会当赢。明月，你敢是搁做噩梦啊？啊，你最近拢睏无好，搁常常做噩梦啊，安尼嘛毋是办法呢。我看你压力遮大，安尼对咱个囡仔嘛无好啊，咱应该想一个办法。我看啊，明仔载我带你去看医生，好不？唔免，我唔免看医生，我无代志。明月，我拜托你卖阁逞强啊，好不？其实你今仔日个心情阁反应啊，我拢看伫眼内。你的不安，是因为大兄无死对无？你拢看会出，那恁你应该知影我心肝内有偌惊。尤亮，你讲大兄是毋是发现啥？我是毋是真紧让赶出去啊？大兄是一个有啥物话就直接讲的人，所以我咧想，伊若是知影会是你放的，伊是看到你就把事情讲出来，袂等到真啥物拢无讲。啊，不过人总是会变的啊。无得开，即马第一个大嫂参详，要怎保护我？明月，你莫想遮济啦。不管你过去做过啥，我拢会陪你做伙弥补大兄甲大嫂。这段时间哦，恁大家拢辛苦啦，尤其是尤亮啊，感谢你啦。这段时间你要分担小萱的工课。我嘛感觉哦，你越来越顶当呢。若是讲大兄你肯定我的表现，我希望大兄你能答应我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做你讲啊，我若做会到，我一定答应你。我希望大兄能答应我和明月去国外分公司上班。你确定啊？啊，咱今麦安尼做伙拍拼，毋是足好诶。大兄，你已经回来啦，爸甲妈嘛真放心，所以我想要趁这个机会去国外磨练一下家己。你是啥物时阵做这个决定诶？奈无先甲我讲。是啊，尤亮啊，这是一个足重要诶决定啊。你应该是甲明月讨论好嘛。啊，搁再讲，即阵啊，你诶表现啊，爸甲妈嘛真恼怒诶。而且你若继续留伫公司上班，也算是种磨练了，敢是？其实我已经想几暝啊，才会做这个决定啊。以前我总是认为家己有偌厉害，不过一直到一届大兄无伫以后，我才知影讲家己其实不知天高地厚。原来以前拢是大兄咧替我收尾，其实我阁有足侪所在不足，还阁去打拼。所以我希望会当去一个无爸甲大兄会当挖去的所在，好好啊凭家己的实力，拼出一个好的成绩。尤亮，你真正大汉嘞！看起来我无伫个这段时间哦，也算是有价值啦。咱敢真正要安尼离开？啊，不过你无先甲我讲，我一点仔心理准备拢无。我无先甲你讲。是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会支持我这个决定。虽然讲去国外可能较辛苦，不过这嘛不是什么歹代志啊。咱会当无负担，重新开始。只要咱阿母甘心做伙打拼，一定会找到咱家己的一片天。嗯。雪妹，你有啥物代志你都甲我讲，莫安尼忍，伤身体。雪川啊。我感觉这个世界上真正有够无公平的啦。有的人的人生哦，就是这么好运，爱啥有啥。今日爸母疼，明仔载朋友斗相共，哪参像这个世界上的好运拢去互抢去啊？所以无论我搁较安怎打拼，
到最后嘛是双手空空。你讲的，我哪有可能唔捌？我嘛是做拍拼的，结果跌到一条坑。那安尼你应该知影，我的心肝内有偌痛苦啊！学长，你这种酒，我唔知要啉偌济去啊，无较轻松，等到更加痛苦。伊安尼啉，无都解决代志。你有情绪，你有甲我讲，莫折磨你家己。你若是需要斗相共，我嘛一定袂甲你拒绝。我无需要用嘴讲讲的安慰，我想要爱的是，我若是要出手，就有人会当甲我斗相共，将我想要爱的物件当手过来。只要我做会到，我一定甲你斗相共。你要我做啥？我爱你替我去威胁一个人，要威胁人，就爱摕到对方的枕头，这是犯法的代志，你敢知影后果？我当然嘛知影，啊，不过我已经无路通行。我了解你的个性，你只要决定好一个代志，你都袂放弃。我无甲你斗相共，你嘛是会做，对无？好，我甲你斗相共。你真正要跟我斗相共？啊，不过这件代志足危险的。就是因为危险，我无可能帮你一个人。你若是找其他人跟你斗相共，我会更加袂放心。这件代志，牵涉的法律层面实在足多啊，我袂让你有任何风险。李相，你准备做啥？来紧张，我无要伤害你。这车一丢，你就车静静先看一下，千万唔通坐歹。我替你准备纪念品。什么纪念品？王家姐，你家己拍开看就知啊。你敢有认出这是啥物件？你台湾无物件，做啥物代志？你放心，因人拢好好，啥物代志拢无发生。我只是安排伊去别墅度一日假。啊，不过我会请你斗三工。你若是唔肯，安尼恁某甲恁囝的美好假期，可能就无法度结束啊。安尼因就永远无可能转来啊。我拜托你，莫伤害阮厝的人。那安尼就靠你安尼做啊？你爱我做啥？真简单，我爱你伫查理的手术动一个小小的卡手，互手术失败就用的。这要哪用钱？你金命关天，我无可能安尼做。我知影你真有医德，啊，不过哦，做人哦，嘛是爱较自私。你先顾好你家己甲恁厝内底的人的性命，才过来顾别人的性命。嗯，你好好想好清楚哦。